艺人江华、麦洁文夫妇6月19日在香港尖沙咀出席筹款节目记者会，夫妻俩稍有同台演出，这次连女儿也会一起表演。江华称在节目中除了唱歌还会翻跟头，麦洁文就只会和老公和女儿分别合唱，合唱有一定的难度。另外谈到寻秦记正在拍摄电影版，当年电视剧版的阵容唯独欠了江华，不知道当时剧组有没有找他请他一起拍摄呢？话说华哥现在还有没有戏瘾呢？寻寻记，好啊，寻寻记，寻寻记，这个去问古天乐，不要问我。寻寻记，我这个开拍了没有？开拍了，开拍了，开拍了啊，拍了啊。那在这里祝《寻寻记》的这个拍戏，祝《寻寻记》所有这个演员都顺利啊。那然后上画的时候呢，大烧啊，那要红红火火的那种啊，支持《寻寻记》啊。拍戏呢这个问题呢，很多人问过我了，有没有戏瘾？那我的国语啊。你们明白就好了哈。那然后呢，拍戏这个问题呢是有的，但是呢这个要看了，看那个剧本，剧本的，看团队的啊，看很多有没有老板的支持。很多这些问题呢才可以实现。而且现在如果说我们出来拍戏，那做什么好呢？是不是做别人的爸爸呢？还是个爷爷呢？老师咯，就是老师。就是老师嘛，年纪老了就老师了嘛。另外，虽然在电影版《寻秦记》里无法看到江华的面孔，但是到时上映时，华哥你一定会去撑场的吧？看看有没有邀请我去看首映啦，买票呢？不要了吧？还要我去买票？那这样好吗？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